这个合唱团的年龄呢都比较大一点，我是年龄最大，今年67岁，生活好了，那么精神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，所以我们大家组织起来呀，带动了好多的周围的邻居啊、家庭啊，社会上风气好点的，带着正能量。我们从南浦地区石岩九汉那个地方搬来的，所以我们用双树呢创造了这片天地，现在花果飘香了。我去年加入合唱团，我喜欢音乐的，我们报村说是办一个合唱团，我就去报了名。刚老师叫着，刚那一张嘴就叫了半个月，今天在田里干活的，有些是还没有念过书啊，哈着都修着连嘴都不敢张嘛，这就连着先着张嘴。天天再忙都不想旷课，一直都在坚持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就骑电动车都骑合唱团，都在那练的，还感觉人都干一天活，骑到那里唱上一两个小时都感觉累。是刚去不会唱，老师教了一首歌，多的字我不认识，回来就娃娃给我把歌词抄下，用语音录在手机上让我听啊。早上也记，再下也记，刚开始那段时间晚上都睡不着，睡下都一直记歌词嘞，难很。反正难吧，我还喜欢，还是那天一直想唱。我就喜欢这个唱歌，但是我没念过书，我以前连个名字都不会写，那个电话号码都也不知道，但是这老师给我就说唱首歌，我还会写个名字，我的电话号码我也知道了。哎，今天唱得好了。